大成的鸡腿排，果粉鸡腿排，三百块。
加红包。两块一包三百块，小大包小大包吃不了牙签。拢无，你无想要吃牙签？拢无啊，无你吃哪吃哪卖？卖我讲这原因的。安尼啦，姐，三百你也无卖啊？两百了。哎呀，两百了啊，你看，两百块了。鸡排啊，鸡排啊，鸡排哦，发一标准的鸡排哦。哎呀，两百块了，青菜啊，一包两百了。包三公斤哦，无带斤哦，来啦，两百块了，等下煮一下了啦。啊，煮一下做一下四烧啊，好食，来两百块，两百块。来个两百什么？两百个人来袂啦？来啊，这边同你个吃啊，两百块啊，两百块了，搁两百有无？两百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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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百，两百块啊，这好食呢，像阮阿婆食一个就调的啊。那吃两百块拢爱。哎，黄哥，黄哥，讲我来。个人啊，我再讲问题哦，无啊哦，无好来。安尼好来讲，哈，帅哥啊，谁啊，会不会帅哥啊？老板，我要买这个鱼。要买那个鱼好了，哎，帅哥啊，哎呀，我这个鳕鱼先卖一下，卖那个好不好？那鳕鱼比那个好吃，那个不好吃啊。到底谁啊？尊鱼啊，尊鱼，尊鱼来了。我得踹，等一下。帅鱼啊，隔日来鳕鱼，我这先甲买着。鳕鱼拖刀了，再回去哦。我话用这台，我这拢较大。回去要做足简单嘞，回去用吹，过粉用钱。你第一过粉哦，你袂再只钱哦，只只钱肉甲油会散。你拢无久无钱回去啊，回去安只只煮会使啊。哎，安只啥个啦？卖用石锅包，石锅包是要只三百块了，帅鱼。其他加起来三百块，三百块了。大大对号起来三百块了，三百了啦。有人来，帅鱼。大大对号来啦，三百。三百块哦，哥，你来的鳕鱼哦，哎呀，三百块了，三百块了，这大对号来了，三百块了，三百块钱了，哎呀，三百了，没有啊，随便乱讲，三百块了，那你有够大对号无？卢明章，好，这叫大对号吗？哎，三百了，三百块了，幺二幺零，够了。鬼官的意思你们都不懂，就是他睡觉的时候做噩梦，但是旁边没有人陪他，所以他最害怕，这样懂了吗？三百，阿婆安尼啦，兄弟就不要回来，两百块对吧？三百块，家人啊，两百个人来不？两百块，两百有无啦？无人来好来，挂起来卡来好好过啦。哎，还黄姨妈来，黄姨妈来。有啊来了，五百块了啦。讲一个现在五百了啦，五百块来了。还有人要搁吃套餐的无啦？套餐个人要吃无？来，讲一个来，讲一个来，五百块啦。五百啦。中信招。讲有水有水的，我买这不是你先的哦，今天都水的哦，来个现在五百块。五百了，五只来六百块，好，买开，五百块了，还两只来，三只来，四只来，来找你钱哦，交来了，5只6只啊，五百，还黄鱼过来，现在500块，500块的，黄鱼个人还不来500，卡林章，500块啊，6只500块，个人还不，500好不，都有哦，拢买着，拢买着，拢有哦，哎，好来，好来，谢谢，哎，不要谢了，谢了。好，哎，这大只，这是煮火鸡，炸虾球。看看，这个，一包啊，这你讲这啊，这一包千二对吧？好，唔免笑啦，吓你。今日鱼啊，起买啊，伊值1000。我来甲讲单价，就这伊1000都卖袂离啊。哎呀，好啦，青菜啊，哎呀，一包伊啊，我等下讲伊就面臭臭啊。那谁讲？
零八。哎，我等下哪个讲，咱只偌济，我记了。不是，一千了，一千块了，一千块了。来了。还下你过来呀？过来嘛，1000块了，应该是所有的东西都涨价。哎，1000块应该是所有的东西都涨价，应该不只有虾仁涨价。最近应该没有什么东西不涨价了吧？虾仁过下来1000块。那天我看新闻说，橡皮筋，橡皮筋涨4倍，橡皮筋涨4倍。地雷啊，输错了。那个鱿鱼花哦，我现在桌面没看到，我要问一下哎，等一下。一斤啊都无好一斤我你请300几块，300几块，唔使啦你，300外，上皮底拍底一包，我好你过来请我花，我现在1000块了。你数学较好哦，伊袂晓。哎，请我来，一千。啊，忙过来，忙过来。哎呀，安尼啦，啊，血液房屋啦，还是啥啦？安尼啦，小家伫遐坐袂了，啥？免一千啊，啥？500免啦，啥啦？300块了，300块。少几把。小家庭吃不完就来。少几把。少一百。哎，300。少一百。小家伫遐坐。少一百给我。300块来，过来下零过来啦。一百嘛啊。过来。炒饭炒面，这是包分炖手较大只啦吼，还佫剩300块了，300块，虾仁佫剩300块啦，300，佫一届300块，哎呀，300块钱啦，但虾仁佫剩300块啦，300块，300块，300佫有人爱无？300佫一届300块，一届300多，对，但虾仁佫有来较紧嘞，我买来，不用炒，再包油啊啦，还300块。那像30几，不像20，因为你觉得它好像很有历练的样子吧？20岁的小孩子没有办法像这样喊吧？有啦，那个小梦，小梦也是20岁，薪资没涨，200块包鱼啊，包鱼个现在薪资会最后涨。两百，弄我好，都有了，还有膨胀，还有膨胀，哎，现在我讲算一碗呢。海龟鸡胸来了，下午是我弟在高雄。两包开了，这开三百块，超贵。我用这哦，今天等你煮哦，一粒刷一粒，一
粒刷一粒，真的，因为我一盖吃拢超过十粒。海龟寂寞啊！海龟寂寞啊！变成大林大么？哎，林大好久不见呢。那个，他外表跟现在差很多。哎，不了，对了，为啥包不了？他就变胖了。不要再讲这个，他生气了。四包了，三包，三包。四包啊！过来，要学一碗不啦？三百块就三包。三百块了。昨天那一桌，金额你那一桌主要是喝酒，不是要吃饭的吧？包两包就三包，三百块，两三包三百块。真的好，是不会加薪啊，冰冷冻啊！哎呀，三百块了，一人三包，三百块，三百块。那我帮你开，我帮你开，请你找找钱，我帮你开。九班呐、啊，九班呐，就那边看九班，九班啊，不叫村长了。哎，帮你开。什么叫干贝等于做干单真啊？真奶油，猪双板猪了。一斤干贝，我看你请800，你一斤重，不要讲1800，卖讲1800。我要造成琳达的烦恼。琳达很可爱哦。第三颗卖要开2000了，现在。琳达很可爱哦。我在现场看过琳达，小小只的，很可爱哦。你们这些色狼，不要去理，不要去骚扰人家。哎，做假动作啦！1000了，1000啦，干杯先卖1000块，1000块，我安尼卖两下500，三盒500块啦，来都来啦，卖500块啦，只要两下三盒500，500块钱啦。500块，干贝。我今去台中吃饭，今是吃干贝偌济啊？吃干贝8块，一粒哦，这种的才8块。偌大粒？你阿比一下。就安尼听无？哎，安尼是偌大粒啊？你无用看，你无用看。甲这同款啦。安尼8块。恁阿好去啊？安尼食落去。所以我点一粒尔，我若好料，我就点5粒啊。啊，一粒几个人吃？两个人吃，三个人吃。你阿切做八份。哈哈哈哈哈。吃这。这些，你叫袖珍鸡排，这今天做一下，它也粉薄薄啊，尔很薄，足薄的。等去用气炸锅用油气煎，它足也粉足薄的，超级薄的。哎，你免讲爱有诶，有好粉足薄的来。哎，接下来卖用烧500，就400，就300。等去用煎的，你看，安尼很好吃，今天做一下。叫阿姨，你有听无？叫好食。无你听，还是无爱？后日袂讲话，干那嗨。哎，真的。爱加紧啦，卖少五百就400，300块就300块啦，真的很好吃哦、啊，来300块先买300，300块，有人要吃无啦？200了啦，200块啦，哎呀，拢无骨的，都完全没有骨头，拢无骨头，要，都没有骨头，真的都没有骨头，200块了，唔免惊伊假着，嘿，你卖食小大水拢袂去假着，哎呀，200块了，200块啦，200了啊，袖珍鸡排骨现在200块了，200块，真的超好吃的，200块。200块，来，来够无啦？够无啦？从未找，本人身高150，体重100。琳达的体重哦，他故意不想要让你们去找他的。林刚找，来啦，咱这我来讲啊，十个吃，大家等下讨论，他以前啊做好食，啊这拢袂嫌，拢袂嫌原味，原味超级好吃嘞。真的很好吃啊！我姐才吃一箱，一顿才吃一箱。我看那那宝宝，阿姨，你只敢吃两箱？哈哈哈！现在200块了，个人也无阿伯姐，阿伯姐真的很好吃，今天最好吃。还佫现在200块了，200块，过来无啊？过来买仔啊？过来买佫再添啊？哎，200块了。还佫现在200块，过来了。Thank you.
今天最好吃炖鱼，我甲用你哦。即马气炸锅做方便呢，气炸锅今天做方便，炖鱼气炸锅个蛋就来抬下楼梯个，炖鱼气炸锅蛋就对啊，200度十分钟就好啊，来200块对个，现在佫袂晓吃火锅啊，真的超级好吃的，200块，还佫能发现卖啦，200块啦，兄弟早，兄弟早。200块。好多鱼来，200块，400鱼皮，搁下来200块，哈，安怎？400鱼皮，现在这三200块鱼皮够无？几百块啊，我就是一只150，大只的啦，鲈鱼啊，金毛鲈大只的水，一尾哦，当一尾金鱼，一尾金，我一斤700，这我一尾台湾开。